这是祥记的鱼香肉丝，这是芥蓝牛肉，芥蓝牛肉里面是红萝卜，这是这个鸡叫什么名字？四油鸡，四字鸡。嗯，这是广东的，对。大人拍一下就行。秘制鸡，豆鸡的鸡嘛，鸡油鸡。然后这是米饭，这是米饭，这是鱼香肉丝，这是芥蓝，这还挺忙了。那是国色天香牡丹花，然后我们看这边，这个瓶子是荣华富贵啊，红色的比较好看，年年有余和吉祥如意。这是有这种贺年盆菜，新春推介。看看星期一到星期天11点到9点，这是花儿开了，花儿开的。有这个广东的食客，这是在 Rosemi Blava。 靠近十号线对面是个 Plaza， 有什么熊猫快餐、 Subway、 Hawaii BBQ、 BBQ 祥记。这后面是有个酒店，这旁边是停车位，可以看一下啊。这是他推出的十位用，就是428鲍鱼、刺身、瑶柱、发菜、大虾、烤鸭、百切鸡、生菜、西洋菜，新春推荐。又到一年新春了，会有这种。这是厂里面还是比较人比较多的啊，比较多的。这菜做得很好，像这个芥蓝牛肉，但是芥蓝做得不好，牛肉做得很好。牛肉，嗯，鱼香肉丝，广东做的。